一下哦，朋友们，咱们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助力了。感谢分享。感谢北冰洋哥的小金信，谢谢谢谢雨林哥，感谢百人在线，百人在线这已经就是算不算少的了，其实这真实主播就是个人主播他就是比较那个啥，别说个人主播，就有公会的主播他也不一定就是这叫什么，就是一定能做得好。感谢我们北冰洋哥的小金心语，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感谢关注。这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越是没有门槛的行业，就是有手机就能播，越不好越不好做，其实。感谢我们雨林哥，谢谢我们雨林哥的千纸鹤。谢莹哥，我们可以一起众筹一下哦，一起众筹一下哟。我这个汗，我这个汗都感觉到自己输了，这我要流。感谢虚意石哥哥，谢谢虚意石哥哥的千纸鹤。我们还有十来秒钟哦，朋友们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感谢谢谢我们夏天哥哥，感谢我们夏天哥哥的温馨花火，谢谢。感谢我们夏天哥比心，谢谢谢谢我们北冰洋哥哥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用户823哥哥，谢谢。感谢雨林哥，谢谢。谢谢虚意石哥哥，感谢思念哥，谢谢从容哥哥，谢谢莹哥，感谢扶摇，谢谢范星，感谢我们助力的每位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比心大鼻涕猴，人们唱首歌吧，好吧，人跳的太多了。Hello， 宝子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们唱一段送给两边朋友。不能看见舞蹈啊。唱一段，唱一段，唱个，唱歌也行。好的，好。一首《云在飞》送给大家。在地上流，云在天上飞，水是流淌的云，云是飞翔的水，水是云的爱，云是水的魂，水是前世的云，云是来生的水。云在天上飞，水在地上流，前世今生的美丽，美丽的轮回。你是水在流，我是云在飞，约定三生无悔，无悔的等待。
段儿，唱一段儿，送给两边的朋友。嗯，好听好听，你声音好甜美啊。谢谢。那我来一段，谢谢，我来一段草原歌曲《游牧时光》送给大家。哦，好的。没有欣赏到你跳舞，好遗憾，下一次争取能看见你跳舞。好的。用人陪吗？用用用用，元哥你们一起一起一起，他跳舞特别好，我见过。是是真的啊，这个是真的。欢迎小七。感谢关注我。为什么现在的主播赢了也要做惩罚呀？不懂。感谢美妙人生，欢迎手机哥，中午好。感谢关注，欢迎我们家人们，欢迎走进河的花果山。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点的，没有的话一会儿我准备下了。今天晚上还刚刚跟大家说了，那个今天晚上7:30然后会参加官方的邀请的一个活动啊。这活动是就官方可能选了三个他觉得还可以的舞蹈主播，然后会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那个首席舞者，然后会有一个那个连线。他那个人家是大师啊，大师课人肉。其实他们这好像是那个比赛的那个活动，我都没进去比赛，我说真的。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个连线，然后大家到时候如果想看节目的话，到时候晚上可以过来，好吧？晚上7:30 ，OK 吧？然后我就准备吃饭去了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的家人们。哎，我中午还没有吃饭了，我中午还没有干饭，还没有干过饭。然后晚上再给大家挑吧，好吧，家人们。明显有一点累了。然后晚上见，晚上我还得早播，好吧，嗯。感谢谢谢谢谢北冰洋哥哥，感谢谢谢虚意石哥哥，
感谢也谢谢我们榜上的每一位好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捧场和支持。然后晚上七点半吧，七点半的活动我会稍微早一点开，好吧。感谢美妙人生，谢谢手机哥灯牌，感谢无极子哥的灯牌。啊，我准备下播播了，家人们，不行了，我已经累完了。我这几天，我最近好累呀、啊。下楼，好梦了，午安，大家晚上见。拜拜。